同学，我们接着来看啊，这个世界名莲花色啊，我们要懂得这个表法的意思啊。菩萨依法施忍，这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弘法利生讲经说法啊。那么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以佛法教化众生佛法的教化了，目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像《法相宗》里面所说的，帮助众生呢转识成智啊，啊，就是转迷成悟。啊，所以这一位菩萨就是二性位的菩萨，他的本尊佛叫灭暗智佛啊。我们知道华藏世界的教主毗卢遮那如来啊，华藏世界好比是个学校，大学校，毗卢遮那佛是校长。灭暗智佛是什么地位呢？是这个班的老师啊，这个班级是十性里面的第二性啊。华藏这个学校呢，一共是由51个班级啊，分为5个阶段，实性是第一个阶段啊，好像是小学啊，摄住啊是第二个阶段，摄行是第三个阶段，摄回向是第四个阶段，摄地是第五个阶段，分为5个阶段，好比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啊。我们知道这个阶段呢是第一个阶段啊，不算是很高的啊，二年级啊，二年级代班的这个老师就是灭暗智佛啊。我这样讲啊，大家概念就比较清楚了啊。毗卢遮那是校长啊，每一个班级代班的这个老师都称之为佛啊。为什么呢？学生是菩萨。这个才手是菩萨了，哪一位菩萨呢？在这一个班级上课都叫才手菩萨，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初这个二性位的
这个菩萨都叫财神。啊，初信位的菩萨都叫觉首。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的。你知道这个名号就晓得他是在哪个班级。这个班级的老师面安之福。这个班级叫做莲花世界。莲花色世界世界。那就好像他这个班级之所在所在处啊称为莲花色世界。为什么他们所学的这个法门呢？清净无染。不染污。这大经里头表法的意思你要懂。所以如果你在第二性呢，那你就是财神菩萨。指导你的老师呢，这就是面暗之福。为什么呢？帮助你破迷开悟。我们再看他这个里面的注解啊，是名当位心中。这个当位就是这个位词实性里面第二性。自具法门理行智之因果。故财首是当位之心呐。以下列然就是以下的这个40多个位词每一个位词都是这样。所以在这个位置上修的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回头想想，我们现在在目前这个位置修什么？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来深深的反省啊！现在感觉到呢，这个要不落实的话，不行。没有路可走了。我才特别提倡呢，从头来起。我们今天讲什么位置，都是空中楼阁，都是佛在经上说的，对我们来讲呢，无济于事。我们还是薄地凡夫啊，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那有什么法子呢？真的想干，真的想救自己，没有第二条路走啊。我们也得扎根，从头来起，从弟子规学起，从十善业道学起。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华严经不是不讲，在华严经期间当中，我们要穿插净土五经，净土五经的进度我是准备每一部经我不讲得很长，着重在修行，着重在现在就能得受用。我的预定是每一部经60个小时。也就是一个月。一天讲2个小时30次。便利于大家成就这个要紧。我们有弟子规，有十善业道，有这个技术，这两样东西落实了，我们念佛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绝对没问题。
啊，我们也不要好高骛远，那个错了。啊，欧耶大师给我们讲的话，我们深深地记住。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意了。欧耶大师讲的。啊，可是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我们讲无量寿经上讲的三辈呀，下辈往生，确实要具足啊，十善业道跟弟子规。有把握啊？为什么呢？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位晓得，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你虽然不是算上善的，但是中善总是有善啊。中善之人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佛光一照啊，那个加持的力量很大，就把你那个中善呢提升到上善啊，佛光加持不可思议 啊，你的功夫，你的德行，你的智慧啊，佛光一照啊，通通都提升了。罗什大师翻译《阿弥陀经》，经文当中我们常常念的，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是何等功夫啊！啊，所以有些初学的同学读了这部经文，信心就没有了，说明做不到啊，一心不乱我做不到啊。一心不乱这个翻译啊，是鸠摩罗什大师他老人家翻的。弥陀经的原本梵文原本呢，你看玄奘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是直译的，这个罗什大师是译译的啊，直译是忠于原本啊，原本里头没有一心不乱啊，原本是什么呢？一心细念。如果你要看到一心细念呢，那就想想我们可以做得到，我只一心一意念佛就行了吧？啊，那一心不乱是不是犯错了呢？一心不乱境界高啊，是不是犯错了？没有，一心细念呢，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一定是先，首先是佛光照照。佛光一照照啊，就把你一心细念那个功夫提升到一心不乱。罗什大师没犯错啊！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一心不乱啊！世尊介绍《弥陀经》教你的时候，是一心细念。这个道理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不怀疑了啊！你知道佛来接引的时候，你的功夫是决定向上提升啊！提升到什么样程度决定出乎你自己想象意料之外
又何况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善根一时发现了，往生的时候通通都现前啊，我们现前呢过去生中修集的善根自己不知道这个离当者这些开示很难得啊，非常啊，我们学了之后啊很有受用那么他后面还有一段啊，第三段呢，配随位因果啊，这个随就是随位，就是当位啊，第二行这个位位词啊，常以自性根本不动之佛，这真的是根本我们修行以什么不动啊，不动就是大定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修什么通通是修定啊，念佛也是修定啊，释迦牟尼佛说的，在大集经上讲念佛是修无上深妙禅啊，佛把念佛这个法门呢，是修无上深妙禅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依据的是自性本定啊，这个根本不动之佛了，就是自性本定啊。文殊师利。为信心之因呢？文殊表智，自性般若智慧，就是文殊啊！进修得解脱之福。从这个位置再往上修啊！现在是二年级代班的老师是灭暗之父，往上是三年级是解脱之父，财首菩萨是随位之行果佛是智果。所以在这个位置修行的人都叫做财首菩萨这圆教大乘我们不能不晓得这个二信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我们继续看第三行
是这一大段里面的这个第三段。业果甚深啊，第二段是教化甚深，业果甚深。我们看前面这一段长行，二是文殊师利菩萨问保守菩萨也，佛子一切众生等有四大，无我无我所，云何而受云何而有受苦受乐，端正丑陋，内好外好，少受多受，或受现报，或受后报，然法界中无没无我。这是替文殊菩萨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我们凡夫的问题。第三心菩萨是保守啊，前面一个位置是财守啊。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啊，看他的书，这个注解注得非常之好啊。书说文中一二啊，粗这是第一段，标能所问人，以四种贤理是可贵呀，啊，贵就是宝贵呀，故问保守也。啊，那么这时科判你就段落里头第一个段落，啊，第一段落就是这一句话：二是文殊菩萨问保守菩萨也。下面呢是第二段啊，佛子一切众生等有四大，无我我所啊，啊，那么这是真贤问段，问段里都有三个小段啊，这是第一段，举法安定啊，提出这个问题，为助众生身，这一切众生，但四大家名，四大无主啊，身亦无我，我既然没有，哪来的我所？这一个事实真相彼此同许，那这是佛常常讲的啊，彼是你，你肯定吗？啊，保守菩萨当然肯定，我是此，此是文殊菩萨，这我们彼此都肯定的先把大前提确定，在前头缘起甚深，教化甚深里面都讲到啊，诸法实相啊，
尤其教化圣深最后的一首偈子，能缘所缘，一切诸法，真是并皆俗灭，念念不住啊。俗灭不停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哪来的四大了？所以这个众生呢，四大真的是假名啊，四大无主啊，刹那生灭啊，我既然没有了，哪来的我所？这问题提得好，下面就把这个难题啊提出来了。云何相？正是一难。云何而有受苦受乐？端正丑陋，内好外好，少受多受，或受现报，或受后报。也是提了十四五对。这十桩事情一共五对。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文，能造能受，是谓为我所造所受，即是我所。这是先把这个我的定义跟我所的定义说出来啊。这是什么？世间人分别执着的啊，有我，有我所啊！啊，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身是我啊。通达一点佛法，知道这个身四大不是我。什么是我呢？佛讲了，一切法从心想生，那心想是我啊，心想能造啊。啊，妄想分别执着之心想啊，这是妄心啊。啊，那么所造所受的，所造的身是所造的，我现在所享受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心心识变的，这是我所享受的啊，以这个为我所啊。啊，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我尚且不可得啊，也无我故啊，无能造受啊。谁令苦乐？无我所故，无所造受，何以现见而有苦事？为什么我们现前所看见的有这么多现象在眼前？这个眼前是太多了，说不尽啊。举这几个例子啊，举十桩事情五对苦乐啊，
第一个苦乐，苦乐者又粗相说，这个粗字写现在通俗字，不要写古字，这个古字一般人他不懂得，查字典很麻烦啊，粗细的粗啊。那么就粗相来讲呢，三途是苦，人天是乐啊，这就大的来说，那么第二呢，就苦中，苦中各有延迟啊，延迟就是好处啊，苦里面也有好，也有愁啊。第三呢，是与其乐中啊，有内生，有外境。啊，境界外境就是你物质的享受。啊，你比如说你居住的，啊，豪华的住宅。啊，今天讲你出门有高级的轿车。啊，这是外面的享受，外面的路，内是讲你身心。啊，有内生外境啊。第四，通于苦乐受中呢，若十若四，皆有多少？啊，有人多苦，有人少苦；有人多乐，有人少乐。这都是在我们现实生活环境里面我们感受到的啊，我们现在亲眼看见的，亲身所体会到的以上呢，皆有申报，前生作故啊。啊，这是什么呢？你现在所受的啊，现在所受的是果，这些果为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呢？你前世造的因不一样啊，这个道理我们讲学里头常讲啊，你前生造的因善，造的福多啊，你比如说这佛常常教导我们，你前生修的财布施多，那你这一生会得大财富。啊，你前生法布施多，你这一生有聪明智慧。你前生无微布施多，你这一生得健康长寿。啊，那么三种因都有多少，也不见得齐全。啊，有人呢，这一生当中有财富，没有聪明智慧，甚至于啊，没有健康长寿。啊，只是财富多。我们只晓得，他修的因呢，只修了一种，另外两种没修。啊，有人前生只修法布施，那聪明智慧很高。啊，这一生当中拿多少博士学位呀，多少大学教授，没钱，只是靠这个工资、教书终点费生活。啊，如果没有健康长寿啊。纵然活到六七十岁呀，病很多，病痛很多，
个人呢，果报不起啊！啊，有人健康长寿啊，像我们在前年啊访问这边这个农村，我们看到农村里面的老人，哎，难得了，我们很欢喜啊，八九十岁还在工作。啊，他缺少聪明智慧，也没有财富。啊，为什么他身体这么健康？八九十岁他还在工作。啊，他还在种地。啊，出门还是自己驾车。我们看到很欢喜啊。前身修无为布施啊，财布施发布施少啊，所以他这个聪明智慧跟财用缺乏啊，生活很清苦啊，那个居住的房舍都很简单，很简陋啊啊，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没有这个佛法的修学，我们想不通啊！啊，想不通，往往怨天尤人呐、啊！啊，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是没有什么品德？为什么他过的生活那么好？啊，为什么这个人是好人，他怎么过得这么苦？前世因果不一样。你要是都能够明了通达了，你就心平气和了啊，你不会怨天尤人了啊。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知道命运是自己造的，与别人不相干的，与佛菩萨也不相干的，与天神鬼神也不相干的，确实自作自受啊，自己可以转自己的业报。了凡四训是个很好的例子，于敬意欲造神迹是更好的例子。于敬意他造的业受的罪比了凡先生重，但是他遇到灶神之后，灶神给他一番开示啊，他真正忏悔，他那个忏悔的力量啊，超过了凡先生啊，所以改过自新呐、啊。啊，那么这一改过的时候，他所受的果报啊，啊，晚年得来的果报啊，超过了凡先生。啊，只是他没有像了凡先生那样的，把自己一生呢改过自新、详详细细的写出来，他没有。啊，他那一篇东西是他的一个同乡朋友啊替他记的。在中国历史上，古往今来，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说之不尽啊！啊，可是现在人受了科学洗礼，对这些事情不相信，不相信有来世，有前生，
不相信因果报应，那这就没法子了。啊，这个佛法里面称为一禅体，没善根的人啊。啊，我们相信，深信不疑。啊，所以我们明了之后啊，我们就修忏悔了。我们自己知道改了。啊，这一改呢，效果就收到了。啊，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这一生该贫穷下贱。啊，这改过了之后，我今生拼命去修啊。啊，没有钱呢，没有钱我能省个一毛两毛一块两块，这个能省得出来的。啊，拿去布施，我有这么多力量啊，这个布施我诚心诚意布施，那个功德就很大。啊，一生当中都不间断。啊，所以这个财用越来越好转了。啊，虽然没有发大财啊，但是这个日常生活不缺乏了。啊，没有修无为布施，我们也拼命学着说素食，素食是无为布施啊，不舍众生肉啊。啊，果报是健康长寿啊，这是现在一般人不同。那么再积极的放生，爱护生命，决定不杀生，决定不去占别人便宜，我们自己这个业转过来了。啊，烦恼轻智慧长，身心清净，健康长寿啊！啊，将来走的时候，什么时候走？预知时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丝毫贪恋。这个要靠自己觉悟，自己去修修。啊，所以这是讲到前身。啊，现在所受的不一样。啊，幕后啊，这一对现做现受。啊，现做现受是现报。来生后世那叫后报，啊，就这一生去受的时候，这叫后报，啊，这一生做的这一生报是现报，啊，我们看《了凡四训》现报，《于今义欲造神迹》现报，啊，你们同学跟我时间久的。啊，你知道我的一生的修学现报。啊，现报在佛法里叫花报啊。啊，好像植物先开花后结果啊，来生是后报。现在这个花报好，果报一定非常殊胜。啊，那果报殊胜呢？诸位想想，你还会不会贪生怕死？不会了。啊，为什么呢？来生果报比这一生好，好的太多了。啊，所以你对生死就看得很平常，生死呢，换个境界。换更美好的境界啊，希望我们大家换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总是要很清楚很明白，古人常常说啊，悟后起修啊，明了是觉悟啊，觉悟之后啊，你就会修了。你也会很认真努力修来世，你很清楚很明白，很有自信心，很有把握，来世非常的美好。那么在这里呢，这里有几个同修啊，问我几个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在讲习里面呢常常讲，常常听经的人啊，这些问题都没有。这香港有个蔡居士，今年72岁。他是90年皈依的，他现在患这个心脏病啊，有20多年了。那么现在检查是比较严重，家里人呢希望他动手术。他自己不同意动手术。怕动手术会神志不清呢，耽误往生的大事。目前体力衰弱，这个早晚功课没办法做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向这个冤亲债主忏悔。他来问我，确实72岁了，自己要有信心。真正修忏悔法，如果还有寿命，你的病会好。如果寿命到了，安详往生。所以不要说是这么大的年岁了，平常中年人以上，真正佛弟子，是这个修净宗的，都不要把病放在心上，这有病的时候，就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机缘成熟。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万缘放下。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就是你寿命到了，真的你往生了；一种是你寿命还有，你很快就恢复健康。健康的恢复，说实实在在的话，是信心。是不是医生把你治好了呢？你对医生有信心，你对于他的治疗有信心，你对于他的药物有信心，你的病会恢复。那个病好啊，信心要占90%。医生处方用药是增伤员，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这个大夫你对他不相信，你怀疑他，未必是高明，未必这个药会有效，
再高明的大夫，再好的药物的时候，对你的效果都失掉了。这是什么呢？还是佛说的一句老话，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真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么这里有一位居士，他没有写名字，那么他说我这个曾经说过要把握现在啊，不要等待明天啊，现在就要精进啊。他说可是啊，又需要发菩提心啊。他对于发菩提心还没有搞清楚，他说哪里需要啊，他就要到哪里去帮忙啊。那么这个帮忙叫发菩提心，这个不是菩提心啊，这是服务啊，是善心啊，善心善心。菩提心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才叫菩提心啊。你的善心善行与这个相应，那是大菩提心。与这个是不相应的话，你看你现在说你还有疑惑，还有这么多顾虑，你心不清净，你心也不平等，所以是善心善行，不是菩提心，这个要搞清楚啊。啊，那么放下万缘，放下万缘是心里放下，不是在工作上放下。如果工作上都要放下，一切都放下，释迦牟尼佛成佛不要再讲经了啊，到处奔波，足迹几乎遍无印度啊，说法49年没有一天休息，他没放下了，事上没放下了，心里痕迹都不沾，心地清净啊。这个放下这是真的，佛是叫我们这样放下啊，什么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心地永远保持清净。念佛人呢，心里面只有保持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啊，所以事事无碍啊。啊，我有体力，还有这个身体，还可以跟大家服务，哪个地方需要我帮忙我到哪里去啊。我不把善人恶人放在心上，我也不把好事坏事放在心上，我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哎，这个地方哪里有缘哪里去，这叫真放下了啊，不是对事放下，这个是哎，一定要晓得啊，哪里有缘呢就哪里去啊，随缘而不攀缘呢，你就很自在了啊。把握这一句阿弥陀佛，那你就是把现在掌握住了啊。所以这个同学们，你们多听经多念佛啊，特别呢要把功力用在弟子规跟十善业道上啊，这是基础的基础，你能把这个基础打好了，你很多疑问都没有啊，那你听经的时候也能听得懂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